之后我妈妈来，然后她就讲说她要剪头发，那个女的就跟她剪得不好，那个男的就跟她修，她就自己来跟她修，然后她就跟她讲说她不要洗头，因为那个男的叫她弄湿头发才可以修。那天啊，那天经过我是有看到了，那天是什么？是有一个女孩给她剪头发，但是她没有给她洗了，直接去剪，剪完之后呢，你妈妈就不满意。OK， 她不满意是因为啊，她没有跟她讲说要剪多短，她直接就是跟她这样剪。对，是不满意。但第二点呢，所以这个是她已经不高兴，为什么你们没有去问说你要剪多长啊、多短？那可是发型师的原因了，对不对？发型师他俩沟通的原因。没有这种事情的啦，他们都是讲华语的嘛。有没有事情？这件事他俩的沟通原因。现在是问题是他已经不满意了。不满意、啊。那个男的就自己来跟他剪，然后你们就算他两个剪的那个价钱。对，应该是剪两遍嘛，他是有洗嘛。你们因为他剪之前他没有问我，他没有问洗头发是多少钱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他讲他不要剪了，他讲他不要修，他不要洗，他仅仅讲他不要洗了。他要是剪之前要是说没有洗的话，他已经讲他不要洗。没有没有，可以不用紧。现在你们给我的单。你那个单他已经没有了，因为你那卡直接是消完了嘛，他卡里剩35块嘛。他当天的消费是35。你们应该有存零了，剩零的话，你们应该有存那个顾客的记录的、因为我们卡要是消的话，我们直接是报销了。可是我、啊、我已经跟你们经理讲，我下来我下午我的单啊，我已经有跟他讲了。因为你这卡要用完的话，直接是消掉了。对，我已经跟他讲了。你要没有用完的话，我们是有联系的。我已经跟他讲，我要回我的单。你需要单，他是卡已经消了了，没有单。之前还没有消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他讲了。我们早早就消了，你当天就消了。没有，不可能，因为他那时候他打给我的时候。这卡里钱没有用完的话，我们肯定是会有单的了。你要用完的话，这卡直接是撕掉了。没有，因为那天我打回来、我妈妈一走我就打回来了。你当天来的话会有单了。当天就是当天你们的经理打给我嘞。啊，对，你就当天来的话会有单。对，我已经跟他讲了，我要回我的单了，所以你们单直接就消了，没有，因为你卡里钱已经用完了，不属于我们公司，也不属于你们的，所以他这卡就没有了。我要回我的 receipt 没有 receipt 的，不可能，你们做生意不可能没有收这些顾客的记录的。你要是当初办卡的话，我们都会给 receipt 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的卡已经用完了，他就是没有了。 okay, 你们应该有存你们的 receipt 的，对吗？我们就是这一张卡一张 receipt。 没有，你们还有一张蓝色的 receipt、就是这个、那个 invoice 还是什么、就是这个、就是这个的。还有 invoice 呢？ invoice 就在这里齐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我要回我这张。这个已经没有了，全部消掉了。你们不可以这样，因为我已经跟你们经理讲说我要回我的这个单了。因为你这卡用完了。不是没有的问题，我是问为什么你们没有帮我收，因为我已经跟。为什么要帮你收？因为我已经跟你的经理讲我要回我的单了。你是跟经理是跟经理，因为你们卡用完的话，我们是要报销掉的。对，可是我自己有要求，我需要。你卡里还有钱吗？我先问你，卡里还有钱吗？应该是还有钱的。哪里有钱？应该是有钱的，因为应该有钱，因为那个洗的不应该算我们的钱，因为我们已经想不要了。你们没有讲，你们只是洗一半而已嘞。你来洗还是你妈妈来洗了？他洗一半而已嘞。哪里有洗一半？洗一半他就直接讲说他不要洗了，然后你们就停。他没有讲他不要洗。有，他有讲他不要洗。他没有讲不要洗。因为我们在场现在我现在不要讲回洗的东西、我要回我的单。我问你，现在卡里有钱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我要回我的单，我已经跟你们的经理讲了嘞。我现在跟你们讲就好了。没有，现在我要跟你，我已经跟你的经理讲，我要回我的单。你的卡里没有钱的话，经理叫我下来的嘞。经理是经理，我是我。你现在问你卡里有钱吗？你要有钱的话，我会可以给你单。你卡里都没有钱，我怎么可以给你单？对，可是我已经讲说我要回我的单。是我们是打单而已，现在好，这次好1月19号这么多顾客，但是你要我们找，但是现在我们是当一个礼拜而已的。我有那个时间呢，我有那个时间，时间打不了那种单，因为你这都在这没有柜员了嘛，明白吗？你要有柜员的话，我们会给你打单。你这卡里都已经没有钱，就已经消了了，去哪里给你打单，对不对？你都已经消费完了，明白吗？你打回你的公司叫他们，我要跟他们讲话。跟谁讲话？你们的公司啊，你们公司人都在这边。啊！你们的总公司没有总公司的一家店，不可能！你们还有开门店那些在那个晚上，你们这间店都是黑店来的。黑店是黑店。对，所以我要回我的单，我要回我的单。没有单，美女。你们现在我要回我你之前的那个 receipt， 不是叫你们开一个新的卡给我哎？打不了给你。打不了，我们是当一个礼拜而已。你们 OK， 你们可以写，你们应该写一个给我啊。我们因为你在这没有会员，我们没有不可能给你出证明，出什么 receipt 的，什么都不可能给你出的，明白吗？因为你们可以放一个 duplicate 的，因为你们现在卡已经用完了，你们可以放一个 duplicate 的，什么都不可以给你的，明白吗？因为你们跟我们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你也不是我们的顾客，对不对？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在我们这里也没有会员卡，我们怎么可能随便给一个陌生人给一个单，对不对？我有给你看我的那个卡，那个卡已经用完了了。对，我就是要回我这张卡的那个 duplicate 的 receipt。那是不归你管的，你要用完的卡是归我们公司所有，我们公司对，我们公司要丢掉或怎么样都可以的。这样那个大卡你大卡什么都不可以给你。那个 OK 没有给我，我现在我要看我的大卡。没有，已经消掉了。为什么会消掉？我跟你们的经理讲，我要下来我的记录啊。那你当天为什么没有下来呢？我已经跟你的经理讲，我不可能当天晚上。你们已经关店了哎。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打给我的时候几点了？你知道吗？已经9点多了嘞。你打给我们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的经理打回给我 对啊，对不对？他讲说隔天，他跟我说没有。有他，你打回你的经理，你打给你经理了。不用打给我们经理，他说没有。OK， 我可以给你看那个记录的。还是我打回来，我跟他讲说要打回给我，10点多他们还没有打给我。10点多我们没有做工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讲说他要打回给我啊，所以我10点多我要讲下来跟你们拿呢。你当天都没有说要来拿单。所以你们现在讲说你们的记录是做的不好啦，对不对？没有顾客的记录了哈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不要录音。我要你们跟我讲confirm没有那个 receipt。你要录音，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没有，你要跟我confirm没有那个 receipt 咯。你们是没有那个 receipt 啦 ，OK， 好。